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拄只是真正做烦恼因的，所以唔才讲遮尔侪歹听话。等到是你啦，啊，你明明知影我歹伊，是安怎拄只伫阮爸妈面头前，歹替我解释？我倒位无替你解释，我该讲拢讲啊，是你当咧红火头，你啥物拢听袂入去。而且就算我无讲，阿姨阿姐嘛袂真正甲你受气，因为你是伊上爱后生。好啊啦，莫阁想啊，你先休困者，我有煮迄绿豆汤哦，冰伫冰箱，我等下甲短短捧出来，你等者哦，都叫阿姨阿姐出来食，大家坐来好好讲，都无代志啊。天天，湘琴，阿丽来找你家。天天，我今日人拢已经来啊，你无要请我入去坐一下？我应该叔叔甲阿姨拍架就好啊。免啦，啊，阮爸妈一忝的，已经休困啊。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，是莫有别人知影咱伫交往的代志。你若是专工去甲阮爸妈拍招呼，我肯定去怀疑啦。叔叔甲阿姨伫咧休困啊。安尼，我敢会使偷偷去看一下你的房间？你要看我的房间啊？嗯。唔是啦，我拢无整理呢。啊，而且查甫囡仔的房间有小事啊，赶快。你唔是一般的查甫囡仔，你是我的男朋友呢。啊，查甫朋友想要去看男朋友的房间，看伊乱的时阵，会用替伊整理一下，应该不要紧吧？好啦，好我去啦，行啦。天使姐姐，湘琴，你哪会来啦？我。恒宝，啊，你同学来，无请人入去坐，你两徛伫外口要创啥？恒宝，你的册袋啊，哪会伫湘琴遐？我即马。就是伊的佳佳老师啊，啊，我拄则吼伫家上课教英文的时阵，强强阮爸妈打电话来，我就赶去警察局啊，啊，可能是离开警察局的时阵袂记退啦，伊才伫遐。原来你的学生就是湘琴哦，哇，你即马竟然是你同学的小老师，真正足无简单的咧。是讲阿娇啊？阿姨啊，哦，你若是无代志，该当卖走去好好找我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咱已经哦，伫我同学面头前公开分手安尼。啊，假使你若是走来找我，叫阮同学看到，那呢，我无等于就是自打嘴巴，啊，讲话不算话，我会叫人笑啦。哦，我知影啦，以后若无啥物重要代志哦，我袂走去好好找你。也唔过，你伫咧学校，袂当偷偷交女朋友。